每打开一个牢房，发现里面都有摄影机，还有窃听的一些装置。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，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坟场。一开始是恐怖，恐怖的背后是禁忌，禁忌的背后可能是整个社会氛围造成的。返校把60年代的台湾的一个社会情境容纳进去，它有一个很浓厚的电影感。本周六日，白色恐怖专辑，就在公视，艺术很有事。